网友票选出八位男生们最想要恩爱的女明星，刘亦菲只排第七。娱乐圈里的女生大多都拥有天使般的面孔，魔鬼般的身材，让许多男生都对她们抱有幻想。大陆网站人民网就有网友分享了一篇男生们最想要一起共度春宵的女明星，列出了几位女明星和为她们排了排名，大家快来看看有哪些女星上榜吧。第八名，杨幂。第七名，刘亦菲。第六名，徐若瑄。第五名，林心如。第四名，舒淇。第三名，苍井空。第二名，范冰冰。第一名，林志玲。不知道大家对这些排名有没有什么意见，不妨在下方的留言处与我们分享吧。林志玲 Lin Chai Lin 1974年11月29日为台湾著名模特、主持人、女演员，出生于中华民国台北市，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西方美术史经济学双主修学士学位。林志玲在2004年迅速窜红，风靡大街小巷，带起一股林志玲热，让模特儿不再局限于平面走秀，开始纷纷跨足影视娱乐产业。三，近几年林志玲频频参与影视演出，包括于2008年在电影《赤壁》中饰演小乔，于2010年日剧《月之恋人》中担任女主角，也应邀担任2010年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亲善大使。2011年8月首度登上日本银座挑战舞台剧《赤壁》，爱演技及票房表现获得一致好评。四，2015年11月20日开设官方 Instagram， 也是林志玲继微博之后第二个网络社群平台。五，2017年新春成立林志玲工作室，打理经纪业务。六，并于六月开设官方 Facebook 专页。七，